你有听过直播带货吗？那你一定没听过直播带账单吧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对，老公加一，老婆加二，2100元到手上车，上点关注。来了来了，十月水费420，十一月水费400加一上车。十月手机费，老公加一，老婆加二，2100元到手上车，上点关注。幼儿园学费13200元，来喽！感谢关注。宝贝星星20000加一，语音15000加2，老婆35000加3，到手上车，点点关注。信用卡费国泰15000加1，玉山18500加。嗯。18500，你说什么、啊？不想下车。嗯。我朋友发现我变胖，义无反顾地从酒吧里拿出体重机，还逼我站上去，笑声连连拒绝，还逼迫我量体重。当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站上去，他看到我的体重还笑我。于是有一天我发现他变胖，马上逮到机会拿出体重机，没错，他胖了。请问我可以之前出去吗？第二回可以可以。请问我可以之前出去吗？第三回三个人第二回可以先休息之前出去吗？那你要怎样？对啊，你不是要很像女鬼？北欧。